大家，我又来做饭喽。广东又在这里发疯，从25度降到今天晚上10度，解冻了6个小时还是帮你。我给他们切小块，分了之后化的快一点。真的是在广东喂了6、7年的肉，都掌握不了它的化冻时间。今天是猪梅花。小猫小狗分一下，今天我们换新盆咯，是不是盆太大又显得吃的很少了？好久没有买到这个牌子的羊心了，2颗就够了，剩下的单冻起来。我直到今天才反应过来，两只小猫已经分开吃饭了，不用给它们切小块。今天骨骼是鸭头，给勾勾一开二，再给刘帕再开二。我们家小狗的体重顺序是刘肥美是勾勾的2倍，勾勾是刘帕的2倍多一点，所以就很方便，大致上只用算出最小的那只小狗，然后乘二再乘二就对了。但其实每只小狗吃多少真的不只是看公式的。勾勾现在是38斤，它每天吃600克。今天做的是螺旋藻酸奶，然后刘不怕它只有15斤，但是它在2月份之前一直都是吃的500克。此时我发现刘不怕的那一坨比勾勾的大，我就给它换过来了。然后接着讲，刘不怕就是吃500克，一直吃到1岁半。哎呀，今天话太多了，脱模也讲话吧。一直吃到1岁半，它还是骨瘦如柴。只要没有吃饭的时候，它那个肚子都特别瘪，然后肋骨也很明显。再加上它真的屁特别多，特别臭。但是因为它泪痕的问题，去医院做了一次体检，后面咳嗽也做了一次体检，然后这个放屁多我也去做了一次体检，就是查不出来什么原因。可是我就觉得它屁多真的不正常啊，然后我就想各种办法。我还有尝试给它喝酸奶，喝了1个月，那个时候会好很多，但是一停酸奶就不行了。现在在吃纳豆，直到昨天我就发现我俯视它的时候，它的骨瘦如柴，就是好了很多。我就想了一下，会不会是草药的效果，就是吸收好了，长胖了，然后屁也少了。现在吃的是3.5毛的黑虎虾，此时此刻我在非常仔细的摸它的虾壳，因为前2年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买一些海淘的零食，当时有一个比较稀奇的皮皮虾零食，那个零食真的是血滴子，它那个虾壳一摸一手血，家人们一摸一手血，所以从那以后我就非常注意了。今天本来想给小猫吃兔牌做骨骼的，但是有点泛油就不吃了。这个是泰拉肠胃草药，但是我没有给它打广告哈，它没有国内的公司，所以没有人给我钱的。最后再来一点火红苗，是红苋菜的幼苗，真是完美的一顿饭呢。